师妹，你这样下去终是害人害己，你醒醒吧。师妹，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叫我师妹吗？ 你的脸怎么？师兄也觉得我的脸难以入目了是吗？红颜枯骨，不过弹指之间，你又何必拘于自己的容貌啊？<笑>好一个红颜枯骨！可惜以世人之愚昧，如何会懂？他们一双眼睛看到的，只有我皮下的美丑，又怎么会看到我为了救人容颜尽毁？ 只因为我师尊失败，就要烧死我。烧死你！我原以为到了师兄这里就是回了家，没想到……师妹，我不在乎你的容貌，可我不能放任你去伤及无辜啊！无辜？我为救人容颜尽毁，受尽世人白眼唾弃，谁又来可怜我的无辜？师兄，我不想害人。 我只是不想再去忍受那些厌恶和讥笑的目光。师妹，掌柜的，掌柜娘说了，他们回来之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你干什么？你别激动啊，有话好好说。放开我！就这么把自家师妹控制住？ 真是宅心仁厚啊！我们师门的事关你什么事？卓七平呢？卓七平，把他放了，这瓶子归你。你还敢跟我提条件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没事吧？